会不见的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哈，妈妈记下来哈。然后你不用现在急着那个拿笔记本啊，但是就是说大概知道这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要口型紧，待会我特别讲，一定要那个耳朵后面下方的这个位置哈。然后呢，按压这个法令纹，还有呢，两颊画也延伸到太阳穴，额头上下交叉画眉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其实刚才真的作用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后颈的脸上，所以你自己的感觉。